酸的。酸不姑娘？嗯。多少钱？88块钱两兜。我拿好。这两兜88。这块家家都采摘园啊，这家葡萄采摘。那下面好多，我们刚才路过前，下面老多了。那上山路怎么还拦上了呢？还没有个杆儿。这个院是苹果，苹果采摘。苹果红扑的，哈、啊，采完了，那个是2.5块一斤，苹果林没买啊，就是我们买的是2.5块一斤，还行，挺便宜。拜拜。